梅小姐还有哪些回忆呢？还有哪些回忆？就是那天我们拍这个街景的时候呢，就刚好是我、文勇还有玲玲，我们三个人互相在这里拍戏。然后文勇就说：“哎，记得吗？那个时候我们拍《情丝万里》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家，就是我玲玲跟文勇我们的家。”他说：“现在我们又回到这个地方，又是我们三个人，真的那么巧，这个是缘分。那我们家就在这里。”就前面那个角落那个地方，邻居就是大杂院里面租跟丽萍租房子的房子。那我跟文勇呢是演夫妻，然后玲玲是我们的邻居。就是《情丝万里》的时候，玲玲是文勇的老婆，我也是文勇的老婆。她是大老婆，因为玲玲那个时候是有两个角色嘛。然后大老婆过世了之后，就嫁给文勇，就是我们两个是大老婆。后来玲玲又演她嘛。是这里就会再见，会觉得有点可惜。